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博仪。经过了一整年大大小小的比赛呢，阿安打罗大终于来到了最终回啦。之前呢，我们有试办过五所大学学校的 SML 联赛。那虽然选拔的方式非常的闹，但是呢，至少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们也发现，其实在这个每个学校啊，都有一些强劲的对手。未来呢，阿安打罗大呢将会休息一阵子，那等到有更多的资源、更多的资金，甚至有更多专业领域的人员来帮助之下呢，阿安打罗大才会以新的面貌呢跟大家见面。那接近新的一个年度呢，频道当然会有一些调整啦、啊。未来呢，将会有更多麻将相关的影片呢，会接续的推出。不论是日本麻将或者是台湾麻将，或者是其他地区、世界各地的麻将，只要是跟麻将有关系的题材呢，在未来呢，都会在频道上陆续的推出。另外呢，在每天的深夜时段呢，也会有日麻的游戏直播。当然呢，也会针对这个游戏直播呢，去制作一系列的精华影片，尽量呢，让喜欢麻将的观众在每天的每一个时间点呢，都会一直有新的影片或者直播可以看。那原本呢，一个月会有四次的这个废物旅团的旅团杯，是以明星三缺一的这个钻石场或者是这个好友厅来打。那未来呢，会把它改成用雀魂的友人赛方式来进行。所以呢，有加入赞助的废物旅团成员呢，未来也可以利用这一个时间呢，加入语音一起打牌，一起尬聊。好，那安安打罗大最终回废物旅团感谢季就在这个10月30号的晚上8点准时开打，那我们到时候见啦，拜拜。